友总统昨天在接受前副总统专访的时候，再一次提及他希望能够邀请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展开一场双英会。对此，蔡英文今天做了回应，我们听听看他最新的说法。重点是在于我们要感受到这个诚意嘛，哈。那民进党从来没有反对过沟通，但是沟通要有实质的意义。如果只是沦为政治操作的话，我讲那就大可不必了。谢谢。